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西弗。我昨天买了一个新的室内单杠，就是我后面那个。那我接下来播放的是组装的过程。那但是快速带过吧，比如说我组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你们只花了五分钟看完。那么我们就开始组装吧，因为我懒得把那个摄影机往那个经典距离拉，所以你们只能从这个角度看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
好，各位，这就是组装过程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帮这个商品在打广告？好了，那我现在来测试一下吧。因为我听说那个就是卖家跟我说这个东西只能称90公斤，那我整个体重是95公斤，我看看我去抓的话会不会掉下来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开始吧，反正 OK。我刚要脱衣服了，这室内好热啊。至少我做到三下，那接下来就是撑。干我的手机。OK， 刚刚怎么能提着撑住哦？明显重，大致上是这样。虽然说会有一点晃，因为它本身的那个重量还不到20公斤，但还是可以 是可以撑得住的体重。它虽然说是写90公斤，可能是最安全、最保险的数据，但实际上它可能实际能撑的重量可能不止如此。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不错，因为它占地真的蛮，它占地真的还蛮小的。光是我这小空间，一个瑜伽垫就可以塞得下整个这个单杠，而且就是我睡觉旁边，我每次睡觉前的时候都可以拉一下，可以好好锻炼一下。哎，就这样。哎呦，干！好了，那就影片先到这边吧。我这个影片只是拍好玩而已。好了，那先这样吧。